接下来我要玩一个有2000年历史的五彩戏法，在我手中有八个完全翻开的铁环，等一下我要通通把它给串在一起。 漂亮的蝴蝶，含苞待放的花苞，开花的花苞，完全连在一起，对吧？等一下呢，我听吹口气，所有铁环呢就会通通串在一起。谢谢大家。 有铁环的举高你的手，谢谢。1、2、3、4、5，最后呢有11个铁环，我要把它通通给串在一起。